OK， 啊，这个团厉害了，啊，他们的成员平均武龄12年，拥有丰富的活动经验，啊，在2014年、2015年两度到大阪、Osaka演出，2016年3月到韩国演出 ，OK， 多次与国际知名团体同台表演，也是过去国内大型街舞赛事的常胜军。今年除极力推广 hiphop 文化外，也多元和饶舌、涂鸦、DJ 做结合。好，这次大手笔邀请他们，相信各位在座都非常的期待。他们是谁呢？他们就是南台湾重量级的 hiphop 团 ODC。Thank you.